这儿的管理员一直说有位置就上，但是大家为了避免尴尬，都不愿意和别人拼了。这算多四五人。前天你带过伞？跳伞。跳伞。这个落地可没法填吧。出来了，目的地。那座山。哇，金顶，好像能看到一些。能看到一些。哎，过了一级索道，然后。是，这是逆光。然后一眼望不到头的索道。哎，不对，这个山路。走啊，走，挑战一波啊！爬上这长长的楼梯，上面是一个道观，然后道观里面祭祀着一些道家人物，感觉非常的好。今天天气也不错，万里无云，天空也非常的蓝，只不过这山有点光秃秃的，植被之类都还没长出来，树枝上挂着许多这种许愿牌，在风中摇曳着，向远方传递着美好与希望。而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路上隐隐约约的看到金顶的样子，真有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。远处有仙山，仙人在山巅。哎呦，一只喵大仙在这睡觉呢。阿杜在养精蓄锐。阿杜已经困了。金光闪闪的地方。爬累了，歇会儿。歇完之后就要冲刺了。写完之后冲刺，在海拔上千米的地方吃泡面。行，何三在这儿吃上泡面了。我去，拿那个，拿这袋，拿这个鸭，不是你的袋，没事事啊。现在包能不要呀？老君山就在那儿，啊，听老板说还有一个半钟头的距离。比如说这个穿山隧道。这个隧道可以节省你不少时间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围着山绕一圈再过来，也是有不少美景的。是的，张家界是不是也比这个壮观的多？好像是阿凡达的那个取景。这平整的栈道给我们的观光带来了很大的便利，看到一些美景，当然我们也是想要拍照留念一下。就是斗气化。底下有网红打卡点。就这么一个。就那儿啊。嗯。走上去。金顶，哎呀，每次都感觉快到，然后就得跑好久。终于到了，近在咫尺。上面那个小的是金顶吗？小的不是在后边。哦，在后边，行吧。我之前啥时候买的？哎呦，这不是老索道了，我。之前那老索道可以直接过来。对，这些老索道可以直接过来，这怎么啥时候？顺着这个道一直往西走，有一个建筑，然后匾上写的是厚德载物，上面写的是道德府。道德府里面供奉的是红军老祖，也有不少人在这磕头祈福。望而却步了。
曹君森滑道 beautiful。 滑哪儿？从这儿谁这能滑哪儿？反正能下山，如果能滑山底那更好。不可能，咱们还有在缆上没坐呢。开口开车朝下，迷在靠自己的，不是靠别人。来，海波，转一下屁股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就行，你知道就行了。这么慢，你怎么打算？哎呀，你伸直，看我脚，蹬到两边。你看我脚上，你伸直，把那个脚伸直，身子往前，脚蹬两边，控制好，你想一个。来坐的，腿伸直，看我脚这蹬到两边，身子往前，脚蹬两边，控制速度。对，腿伸直，身子往前趴，然后躺。来坐，腿伸直，看我脚这蹬到。慢点，小心他们。前面小哥有啥嘛？他想体验冲刺的感觉。那前面什么啊？小心点。怎么了？上去。到终点了吗？要步行去中天门。风景独好。这两个人看着下山的台阶这么多，所以说他们两个有了一个幼稚的比赛。台阶？这是二三。我看打手不一样。怎么样？多少个？158个。158个。看来我折中折是对的，还没滑下边的对，下边那个不算了，20个左右，20个。钟灵，钟灵。